안녕하세요. 뭐 드릴까요? 추천해 주세요. 이거 제일 좋아요. 去每个国家旅行一定要去吃吃。好，我们这时候走进了餐厅。好，所以说你要叫服务生就对。超级哦，超级哦，一样是超级哦，就那个。你拿到就是 menu 了之后呢，你看了全部的 menu， 你不知道要选哪一个，你想要请服务生给你推荐，推荐啊，叫他介绍好了。추천해주세요。추천해주세요。或者是呢，你要说哪一个最好吃？어떤걸로？어떤걸로？제일좋아요。切错呀！我不小心吃到很辣的东西，然后我跟他讲，我要水。水要怎么说？물물주세요。물주세요。那喝完水就要擦嘴巴嘛，对不对？티슈要怎么说呢？嘿，티슈。那你要说티슈的话，你说휴지주세요。휴지주세요。那你吃完以后呢？你觉得好吃？这个맛있어요。我要打包。对。我怎么跟他说？포장해주세요。포장就是包装。哦，有像哎，对，포장해，포장해，주세요，주세요，打包了，你要结账，就계산해，계산해，주세요，주세요。所以我们今天学到주세요全部都是帮我或给我，所以你听完之后，你就可以去那边点你爱吃的东西了。매워요？아니，안매워요。이거1인분주세요。네。